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，我现在在切甜酸鸡。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粉丝朋友，你们餐馆有用那个什么，就是切什么切肉片啊，切肉片切鸡肉片的、啊、切什么那种机器，切肉机吧，切片机应该叫切片机。没有哪一种牌子比较好用的，大家可以推荐给我一下。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我因为我也想买一台切片机，像大家说的与时俱进，怎么讲？要跟上时代。是早就想买了，就一直不知道好不好用了。有的人说好用，有的人说不好用，所以犹豫不决的。本来去年的时候就说要准备买一台。然后有的人说好用，有的人说不好用，到底好不好用也不知道，买一台来试一试了。哪一种牌子的好，大家可以推荐给我一下。快解放了，马上学生就放假了，没几天了，再过一个星期学生放假了，放假了就解放了，放假了就没这么忙了，甜酸鸡也没吃这么多了。平时的话，学生甜酸鸡也卖的蛮多的。
漂亮的呢。